国立空中大学又开始招生了，凡是高中职毕业资格即日开始受理网路和通信报名。空大还设有大学部及专科部六个学系，让大家可以选读。要进修的民众及社会人士，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想要进入终身学习行列的乡亲们可以把握机会了。国立空中大学109学年度上学期开始招生了，并且有专科班和大学部供想要进升学的乡亲们不错的学习方式。执行长林坤正表示，空大提供完善的升学环境，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终身学习。109年度啊，上学期开始招生了，报名日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为止。万一错过了这个时间，请在7月11、12两天来现场报名、现场注册、选课。那我们空大有六个学系啊，就人文学系、社会科学系、商学系、公共行政学系、生活科学跟管理资讯。那专科有五个科，那么就是公共行政管理科，然后综合商科、企业管理科，还有社会工作福利行政管理科，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事业啊，那么管理科。所以我们有六大学系，五个学科。那采用的方式是网路报名，所以你只要练空大，就可以现在开始打开电脑，然后打国立空中大学六个字，进入我们的空大的首页，有一个我要报名的地方，那就可以点进去，就有相关的资料要你填写。那填写好了以后，你按一个送出，你就是准空大生了。所以呢，我们非常呢这个弹性多元的开课。那除了我们六大学系五个学科让同学来选课以外，我们在花莲地区呢还开了很多的专班，欢迎大家呢来加入我们的专班。在我们花莲中心呢有公共行政学士专班，还有管理资讯学士专班。另外呢，在我们凤林呢有这个生活科学系的学士专班，在义里呢有公共行政的学士专班。所以在花莲地区呢都很方便呢让大家来学习就近来充实自己，来增加职场的竞争力。所以呢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加入我们空大，共同来营造一个书香的家庭跟书香的社会。所以我们有三句话是我们空大的特色。第一个就是人人有书读，只要你年满18岁就可以念了。第二句话呢，就是时时可学习，只要你有30分钟的空档，就可以读空大的一个单元。然后最后呢，就是处处是教室，只要你把手机、把电脑带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教室。所以空大是一个多元，然后客制化，非常呢弹性的。可以来为大家呢来开课。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夯的一个叫做社工专班。所以假如说有人想要从事社福方面的课程，或是未来想要考社工师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社工专班。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到预定要开社工8班了，所以非常呢热门的一个科系。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学分班，就是国家考试的，叫做测量人员的公务人员考试班。那一年分两个时间报名，春季班、秋季班这个录取率非常高，同学也非常的认真，所以呢，到目前已经有100多人考上公务人员。所以在这么优质的校园里面读书真的是可以呢营造这一个完全读书书香的一个气息的一个地方。所以空大欢迎您的加入。那我们的洽询电话就是8222148 8222148。所以所有的花莲乡亲们，欢迎加入空大，走进空大，学习就在空大。空大有六大学系，让乡亲前来选读。想要进修的学生们以及社会人士，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记得 join 考试辅导。